台中市中坪以及成坪里人口破万，居民殷切期盼，却没有活动中心。在里长与市议员积极争取之下，规划在成坪国小新建多功能体育馆及市民活动中心，建筑面积大约1700平方公尺，分隔动线，让居民以及小朋友安心使用，不冲突。副市长令狐荣达带领各处长官、居民及校方上乡祝祷，产下金产，为成坪国小体育馆暨市民活动中心动土典礼揭开序幕。北屯区成坪里、中坪里人口数超过万人，在如此高密度的社区，却缺乏一个居民固定集会休憩的空间。晚间社区办活动，还必须跟学校借用。体育馆及市民活动中心啊，我们已经争取了非常多年。那对我们成坪国小还有社区真是非常帮助，非常大哈。那我们学生以后就可以不用在这个日晒雨淋的情况之下来打篮球，真的是我们非常期待一个双赢的一个建筑物。在居民的期盼下，中坪成坪里长与市议员赖顺仁积极争取，规划于成坪国小新建多功能体育馆及市民活动中心，分隔动线，让居民及小朋友可以互不干扰，同时使用。中坪里在成坪里分出啊，一直苦无土地可以使用，刚好这个校长呢，他愿意把这个地方建成多功能活动中心二楼。建成体育馆，成坪里跟中坪里更多的里民、更多的长辈、更多的年轻朋友想要办活动，都可以来这边来举办，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场所。工程预算约6000万，善用空间规划2层楼，包含篮球、羽球场及综合活动办理功能，结合学校运动服、橘灰色，增加识别美观。预计113年可以完工。我们这个工程预计是在后年，就113年就可以完工，然后可以启用啊，所以未来呢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学校跟社区。成坪小朋友悦耳轻快的直笛声，伴随着居民喜悦的心情，期盼工程顺利完工，给地方更完善的活动空间。